赵丽颖一天上线61次，只为给粉丝发这么一条微博。明兰太萌了，喜欢赵丽颖的小伙伴们，最近是不是看不到颖宝拍的戏，没剧可追了呢？虽然萤火虫们没有剧可追，但是颖宝还是不忘给大家分享一下新剧的自拍照哟。赵丽颖，送你们一颗明兰心。明兰终于发自拍了，怎么可以那么萌啊，那么可爱啊，而且戏服好漂亮，小伙伴们可等了好久了，收下明兰的小心心。颖宝，你上线了62次，果然发了自拍，是怕虫子们被冻死了吗？所以发张自拍来温暖一下萤火虫的心吗？不过颖宝你有点调皮哟，一天竟然上线了那么多次，粉丝们光跟着你刷微博了。不得不说，现在颖宝人气太旺了，每天会被各种营销账号艾特发消息，也难怪颖宝每天也上线那么多次。一边拍戏的颖宝还不忘了给粉丝发自拍，萤火虫们是不是特别幸福呢？不过颖宝要在剧组照顾好自己哟，看你那么瘦要多吃点哟。